接下来关心的疑问是这啊，桃园发生病院内底受的感染，啊，行政院所增强中道，我那特别去桃园参加红叶病院联防的会议，休庭以后。所以今天临时增加这个行程，是要特别来为我们桃园加油打气吗？还是说担忧疫情的问题？对，就是特别来加油打气。等一下我会在会场上讲话。短短一句话，苏贞昌表明立场，就是要去桃园帮医护加油、加鼓励。今日会议是桃园市各大病院的例行会议，啊，不论桃园病院因为疫情关系，用视讯来参加。苏贞昌甲桃园市长陈文灿拢感谢这桃园的这些各病院，啊，会当来协助甲分担这些医疗能量，同时有那替医护鼓励，通好一寡这先撇令，好桃园人甲这医护的信心来上涨。那我们就谢谢。